2018年的台湾独立乐团温蒂漫步，五个乐手一同演出属于这个世代的面貌。而日本乐团 Billy Room 主唱也惊喜现身，一同进行表演，并预告他们即将会在9月的 Trendy 台北潮台北中亮相。不只是流行音乐文化，我们跨界跨领域复合式的大型音乐盛典，结合产业、科技，还有整个城市行销以及观光。启动！2024全体台北朝台北正式启动，共同期待朝台北。秘书长蒋万安、文化局长蔡诗平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董事长黄韵玲以及执行长梁旭伦一同启动，宣布2024全体台北朝台北正式起跑，总共有13项串联起文化产业的大型活动，正蓄势待发。透过这平台给亚洲看到，亚洲的平台给台北看到，给台湾看到。活动包括从放电玩乐、创意跨界到充电学习、创新科技等内容，其中也将举办 Dream Dream Asia 演唱会以及台北 Music Export 音乐博览会。18号晚上6点开放早鸟票，号召大家9月一起振翻台北。蒋长华报道。